限的暑期特别列车开动了，品味经典，第一动画乐园给您带来最新最好看的国内外动画，分享快乐，最顶级的幽默与最搞笑的游戏完美碰撞，汇聚激情，让青少年的风采在夏日绽放。 CCTV 一暑期特别编排，让快乐为童年加油，用激情为青春喝彩。青春奋进的中国一九二一之后，新的革命史诗即将拉开帷幕。当时局更加复杂，当道路更加坎坷，那我们就取共产党之旗，走井冈山之路。年轻的革命者们该如何坚持理想，又该如何走向成熟？应该叫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布满荆棘的路途上，他们怎样才能从激扬文字迈向指点江山？江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百位明星倾力加盟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蒙牛特约剧场电视连续剧开天辟地震撼登场。中国中央电视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辉的胜利。是他将伟大的火种带入中国。这份报纸的主编毛泽东，现在他可是了不得的人物，也在点火烧荒。我就是你们张静瑶要找的人。而他接过火种，并点燃在中华大地。中国革命不能死，现在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我们就必须活下去。他们是师生，是战友，他们如何走上这条艰险的道路，又该怎样义无反顾地走下去？那我们就取共产党之旗，走井冈山之路。陈建斌、黄海冰为您演绎这光耀史册的传承与奋斗。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蒙牛特约剧场开天辟地。他们是师生，是战友，他们如何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蒙牛特约剧场开天辟地。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灿烂阳光下2011年六一晚会。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救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爱心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眼前这个活泼可爱的维吾尔族女孩叫帕利旦，今年10岁。然而仅仅在3个月前，帕利旦还不能上体育课，甚至不能和小朋友们正常的玩耍。我从小就得了心脏病，然后我们家里全都人很难受，然后听到这些免费做手术的话，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在党和政府的关爱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次特殊的爱心旅程将改变和帕利旦一样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新疆孩子的命运。2011年2月21日上午10点，T70次列车搭乘着由中华慈善总会组织的51名来自新疆各民族贫困家庭的先心病小患者，缓缓驶出乌鲁木齐车站。在火车上，小帕利旦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着自己未来的生活。我从我家坐火车到北京来做手术，病好的以后到医院门口出来的时候。26日8时30分，另一位患有房间隔缺损的小患者米娜吉古丽进入导管手术室，20分钟后缺损部位被完全封堵。
坐好了高兴吗？高兴。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了，是不是啊？是。哎，就是。一起跑步。从2011年五月至今，已经有312名来自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内蒙古、云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心病孩子，先后分5批在空军总医院和武警总医院接受救治。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主办的“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的帮助，更多的先心病小患者将获得康复，踏上新的人生旅程。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小朋友和他们的妈妈，就是从遥远的新疆来到我们六一晚会现场的。这边是唐努尔和他的妈妈阿米娜，欢迎你们。这边是帕利旦和他的妈妈帕提古里，欢迎你们。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解放军叔叔，这位是空军总医院政委居传镇叔叔，欢迎您。这位是空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黄从春叔叔，欢迎您。那我想问问爱笑的帕利旦，手术以后你感觉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了吗？现在我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了。我有一个愿望，我想请全国小朋友到我们新疆去玩。谢谢你，谢谢你帕利旦。那唐努尔你还好吗？好，谢谢护士姐姐照顾我。我有一个愿望，请小朋友们来回上玩，吃哈密瓜葡萄干儿。吃哈密瓜，吃葡萄干，谢谢你可爱的小姑娘。那此时此刻我们两位妈妈有什么特别想要表达的吗？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解放军，谢谢大家。感谢政府助力我孩子一条命，谢谢大家。黄主任，我知道您是孩子们的主治医生，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孩子们病好了，您一定是最快乐的吧？对，非常非常的高兴。通过这次救治啊，让这些孩子恢复了健康。我希望以后这些孩子能够远离痛苦，永远的健康快乐。谢谢您，谢谢您。那居政委，作为总医院的领导，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打算和计划吗？好。救治这些先天心脏病的患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孩子们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这里我也郑重承诺，我们以后一定会坚持不懈地抓好心雷工程和千名患儿的救助行动，用精湛的医术和真心真情呵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谢谢，谢谢您。那我们两个家庭呢，还带来了新疆的土特产，要送给我们的解放军叔叔和现场的小朋友们。看，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今天啊是个快乐的节日，所以就连动漫世界里的动物朋友们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要加入到我们的节日狂欢里了。看，他们来了。来吧来吧来吧，每种笑脸都绽放鲜花。来吧来吧来吧，每种语言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扒皮，什么道上火海，什么陷阱诡计，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什么道上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焰紧紧的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龙马波脸鸡，颠簸唐玄奘后跟仨兄弟，西天取经不容易，容易干不成大业绩。什么魔法狠毒，自有招数神奇，八十一难拦路，七十二变之地。什么魔法狠毒，自有招数神奇，八十一难拦路，七十二变之地。师徒四个斩妖斗魔，同心合力，邪恶打不过正义。我是一只好猫。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懒羊羊懒绵绵，红太狼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难题
去牵绊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在什么时候都会开心，笑容都会飞翔，就算会摔倒站得起来永远不会沮丧，在所有天气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虽然我只是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喜欢变魔术吗？喜欢啊，喜欢。大家看，芝麻在干嘛呢？芝麻，我在想，想什么？想什么？变魔术。变魔术？是啊，我要给小朋友们表演一个魔术啊！我已经拜过师了，太牛！我要为大家变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人。睁大眼睛，注意看啊，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大卫威廉姆森，大卫在这儿呢。芝麻，你看这魔术变得真是的。快乐！ Nice to see you. I'm Magic David. 向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魔术师之一，神奇的大卫威廉姆森先生。Thank you.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little magic? 他希望上来就露一手。小姑娘过来一下好吗？ What's that?大卫说他发现了些什么。哇，银币呀。 Thank you. 谢谢你。你小姑娘耳朵啊。 Thank you. 鼻子有这个功能啊。芝麻，Well, I'm going to show you a lovely bit of magic. All I need is a little bit of color. Oh, that's a pretty color. 大卫向各位展示一个非常有趣的魔术，希望能够借用我们现在场上 red,
Nice. 我们场上主持人的红色的衣服 他从红色衣服上分出了一个红色的小球。 One? 一个，对吗？ I don't know. 几个？ 两个。 Open your hand. 把手打开。 I'll hold one. 我拿一个。 You hold one. 你也拿一个。 Now watch mine. I blow. 看好。 It disappears like that. 没了。 It's gone. Oh. 咽下去了。 I don't have it anymore.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Did yours go too? 把手打开吗？ 两个。 She got two. Oh, again. One, two. 再把两个都拿在手里。 Squeeze tight. One, two. 两个 ，OK， 妈妈 and Papa， 一个是求爸爸，一个是求妈妈。哦哦，过了很久很久 ，Who are they？ Babies， 这些是他们的求宝宝。 大夫要做什么？怎么了？啊？放在耳朵里。 宝宝长大了，不会吧？怎么还有？还有？哦，还有？哇！好厉害呀！哇！哈哈哈哈哈哈 ！Oh boy, I'm glad that's finished. I'm sorry. Would you like to see one more little trick? 还想更近距离的、清清楚楚的看魔法吗 ？Well, let's come down here. 来吧，往前排去，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Oh,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have a seat. 等一下。哦。Whoa. This is wonderful. So cozy. Sit down. 离近一点。What is your name? 叫什么名字 ？My name is Danny. Danny, how old are you? 几岁了 ？Six. 哦，直接用英语可以回答。 She's six. 6岁了。 I can't hear. 哦，听不清，因为耳朵里还塞着小红球。 Well, when you're a child, everything can seem magical. 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任何事物在你的眼睛里都具有魔力。 A piece of string can represent your life. 这根长长的直线就像是我们的生活一样。 And sometimes in life, you might have adversity. 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挫折。 You might have some conflicts.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巨大的困难。You might have hardships. 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很多的麻烦。And yes, you might even have disasters. 甚至我们会遇到灾难。But, 但是 if you have courage, 如果你有勇气。 And you're brave and face your challenges. 你足够勇敢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With unity, 我们团结一致 ，and a caring heart, 我们献出自己的爱心 ，then al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And anything is possible. 哇！Thank you. 谢谢大家。 Well, you know, I do magic. Some people think I'm really magic, but I'm not. I just do tricks. I do illusions. I come from another country. And whe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urn to China, we see the Chinese people performing real miracles. Chinese miracles. 大卫说，很多人都说，哎，大卫，你很神奇呀。可大卫自己认为，我每天只是在变着魔术和戏法。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说：“他们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国，他们发现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每天在创造着奇迹，中国的奇迹。”So I'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to help you celebrate Children's Day. 大卫特别开心，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能够到中国和中国的小朋友一起度过。In fact. I brought a friend with me. 哦，大卫他不是自己来的，他还带了一个好朋友。
Here he comes. What's his name? It's Rocky. Rocky. 这只小动物的名字叫 Ro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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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 attention. Whoa, Rocky. Rocky, 注意一点. Whoa, whoa, whoa. You can tickle him under his chin. 你可以摸一摸他的毛，怎么样？ Oh, he likes you. Oh no, Rocky. Rocky. It's okay. I'm sorry. I'm sorry. I must put him to sleep. 我必须让 Rocky 安静一下，睡一会儿。 不然他太顽皮了。Here, open your hand. Here's some food. 把手打开。Rocky 吃点东西就好了。Can you take care of Rocky? He's going to sleep in your arms. Rocky 在睡觉，在你的怀抱里睡好。Well, if you like magic, I have one more little trick. 如果你们想看，我就会一直变下去，想不想看？Good. It's a trick with a card. I didn't write anything on it. I forgot my pen. 这是什么？ 一张白色卡片 Does anyone have a pen? 有人带笔了吗? No. 没有。 Here's an invisible pen. 只有一根隐形的笔。 Can you see what I drew? 看见大卫画什么了吗? No. But watch. 看好。 这是什么? Oh, yeah. 一只小鸡。 In fact, he's a little bit lonely. 大卫带坚过来干嘛？他说小鸡很孤单。 We're going to put him in here. 把小鸡放在里面，他就不孤单了吗？ Can you all help me with the magic? 所有的小朋友伸出手来施魔法。 Oh! Yeah! Wow! Look at that! Wow! Let's take one here. Would you like to take him? Yeah? You can take him home. Wow! 大卫说：“只要你们喜欢，就可以把可爱的小鸡带回家。” Mama might not like a live chicken in the house. 他说：“妈妈可能不喜欢一只活的小鸡在家里乱跑。” We'll do one more little magic. 我再变一变吧。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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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 Oh, okay. Now you can take him home. 现在可以把他带回家了。哦，变成了玩具的小鸡。 In fact, yes, there's one for you and one for you. 哇，这些是大卫带到中国来送给中国小朋友的礼物，你们喜不喜欢？ Enjoy.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多呀！谢谢大卫。Bye bye. Hi, David. One more thing. We really want to be with you next Children's Day. Okay, I'm not going anywhere. I'm going to stay in China. 我和大卫说，我真的很希望他明年六一还能来。他说没问题，因为我决定我不走了。谢谢大卫。Bye bye. 今天的中国民族文化传承友人，京剧、评剧、越剧、豫剧、黄梅戏、梆子等等等等，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少年天才。在名师的指导之下，他们每天都在茁壮成长，成绩斐然。哎，我要向大家推荐一个人，他呢别看今年只有八岁，但是呀人小艺高，唱功一流。小鹿姐，你要这么说呀，我还要推荐一个小朋友呢，六岁。 唱念做打样样精通啊！哎呀，今天我推荐的这个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因为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话，很难想象那么美妙的声音是来自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哎呀，咱们别聊了，赶紧瞪大眼睛，一起来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小朋友的名字叫做巴特，今年刚刚5岁。和大家讲，5岁的巴特第一次登台亮相，展示自己的京剧才华，就是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巴特，进来可好啊？红伟哥哥好，小鹿姐姐好，哎，你好，我呢，红果果好，好好。巴特的妈妈告诉我们说，巴特每天要练2个小时的唱功和3个小时的武功，特别勤奋。巴特，这练功唱戏累不累呀？我不累，我不怕苦，我不怕累，我就是喜欢。梅兰芳大师小时候也是这样刻苦练习的。哦，巴特，好好学习，希望呢你能够像梅兰芳大师那样，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发扬光大，好不好？好。好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情景歌舞《乐乐咏石歌》。我就像一首歌一样快乐，永远。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灿烂阳光下2011年六一晚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更关心汶川、玉树、盈江的儿童。灾区的重建工作牵动着全中国的心，请看大屏幕。这张画画的是震后三个月在板房区刚刚异地复课的映秀小学，画的作者是映秀小学幸存的孩子周玉叶。和小玉叶一样，灾区失去校园的孩子们最大的梦想就是重新拥有一座能够快乐学习生活的美丽校园。让每一个灾区的孩子们尽快回到安全美丽的校园，这是援建者的承诺。在震后三年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建队伍将10万平方公里的重灾区变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地。2009年12月，新映秀小学开工建设。大山深处的马公小学或许是灾区重建中最小的一座学校，占地只有2亩，学生只有20名。学校被地震损毁后，20个孩子就只能走10几里山路到临近乡镇的学校就读。2009年9月，20个乡村孩子从帐篷搬进了马公乡有史以来第一座砖混结构的学校——汶川一中，阿坝州最大的学校。地震之后，这个学校的4000多名孩子只能在外地借读。对口援建汶川的广东省承诺，由广东建设的38所学校要在2009年9月前全部竣工。2009年9月，汶川一中在经过8个月的紧张施工后正式开学。在512汶川地震灾区，最先开工和最先建成的是学校，最坚固、安全、现代化的设施是学校。截止到2011年4月底，灾区开工建设的学校3976所，已竣工3845所。这些遍布灾区的新校舍，让灾区的孩子们看到了未来和希望。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帐篷学校旁，遗留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那是一张熟悉的脸，眼里闪动着泪花，话里充满着力量。那一刻，我感到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报效祖国，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立志成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站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来自地震灾区的小朋友们，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小男孩，大声地告诉大家，你来自什么地方？我来自汶川的小朋友，我叫张明浩。我长大的梦想是，我长大了，我想当一名建筑师，把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真棒！好，小朋友，告诉大家你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好，我叫任曾卓玛，我来自玉树。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把家乡的故事，把祖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谢谢。小朋友，告诉大家你来自哪里？我是来自云南盈江的小朋友，我的名字叫谢丽艳。有什么愿望吗？
我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报答我们的国家。小朋友们，有梦想就会有未来，你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今天除了讲述自己的梦想之外，灾区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想要表达。孩子们，来吧。宝宝，你会写字吗？不会。那这个字是谁写的？邻居叔叔。你告诉我，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字？谢。好样的。灾面前有大爱，感动之中有感恩。自然灾害考验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让我们在得失之间高扬起前进的风帆。救灾不是救一时，而是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在废墟上构建起我们的梦想家园与希望之路。孩子们加油，孩子们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今天的汗水和付出，就没有明天的美好和幸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少儿情趣歌舞《春牛》。Say the,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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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桥童趣，春牛春景，一首古今耕耘歌，一幅江南新画卷。辛勤劳作的春牛的形象，就是我们今天耕耘知识大地的象征。小鹿姐姐说的太对了，下面一个节目也将进一步的验证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小朋友们，让我们睁大眼睛，一起来欣赏一段精彩的杂技表演，奔腾。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在灿烂阳光下2011年六一晚会。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一系列经典的儿童歌曲啊，可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希望能够唤起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童年的回忆。一起来欣赏儿歌联唱。Yeah.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哎呀，听到这首《快乐的节日》啊，都让我想起我自己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了。没错，我想六一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记忆，但快乐是相通的。现场的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快乐吗？哎呀，在这样一个快乐的节日里啊，我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春天的芭蕾》。起舞纷飞，跳一曲春天的芭蕾，天使般的容颜最美，尽情绽放青春舞会。啊，春天已来临，有鲜花点缀，雪地上的足迹是欢乐相随。在天空雪花飘洒着一颗我们的心，紧紧依偎。啊，春天的芭蕾，啊，幸福的芭蕾。春天的芭蕾，芭蕾。随着脚步起舞纷飞，跳一曲春天的芭蕾，天使般的容颜最美，绽放青春舞会。春天已来临，有鲜花点缀，雪地上的足迹是欢乐相随。随着春风起舞，五十六个民族的孩子手拉手，轻盈的舞步在欢声笑语中飞扬。迎着春天歌唱，红领巾是我们坚定的信仰，绚丽的花朵在春天里尽情绽放。爱我中华，爱我中华。